带帽，去告诉膳房，准备几样大王喜爱的点心。午后我跟舒儿给大王送过去。是，母后去，舒儿可不可以不去啊？舒儿为何不去？父王的脸好凶，舒儿怕。父王是大王，有王者之气，父王何尝对你凶过？舒儿就是不想去。闭嘴！你是嫡公主，畏畏缩缩。 哪有点嫡公主的气度？王后，舒公主，举姬，听说你的应妾相氏怀孕了，该恭喜你呀、啊！大王在天子嗣，大家同喜。哦，大王已经下旨，相氏怀孕期间，一切事务由我来打理，以免劳烦王后和其他姐妹。 那就有劳你了。大老虎舒服吗？舒服，有小老虎敲背，大老虎太舒服了。来来来，这儿也敲敲。还有这儿，这儿也给敲敲。放肆！芈月。 身为王女，怎可君前无状？月儿孝顺，给父王捶背，何过之有啊？臣妾是怕小孩子没分寸，坏了君臣父子之礼。你是在说寡人吗？臣妾不敢，是舒儿好久未见父王，思念的厉害，特让膳房做了些点心给父王送来。舒儿，来，到父王这儿来。嗯，来呀，快去。 你怕寡人？寡人的样子很凶吗？哼，来来来，过来过来。哎，你看她，她是你妹妹，她就不怕寡人啊。<笑>原来你是我姐姐，我们一起去玩吧。母后，父王，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去玩吗？ 当然可以，去吧。我们出去玩了。膳房新做的点心，快给大王端上来。大王，这天气潮热，绿豆糕最是下火。王后有心了。这些日子，大王很少去后宫，后宫的嫔妃们都盼着呢，如大旱望雨。这阵子国事过于繁忙。 国事繁忙，大王还要注意身子。大王若是要去后宫，也望能雨露均沾，免得会有怨言。哦，有何怨言？说来寡人听听。这，怕是王后对寡人有怨言吧？不敢。你要与我玩什么？你会放屁吗？放屁？嗯，放屁会。那你放一个。 你看我的，我放一个，我可以放个连环屁。我也会。亏了母后不在，她若见了，定会说我们行为粗鄙、大发脾气的。母后为何生气？因为我是公主，应当言语得体。 我也是公主，但是我娘亲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得体，但我是嫡公主啊，那有何不同？你见了我应该行大礼。嗯，好吧。好了，我给你行礼了，你应该向我行礼。为什么？来而不往非礼也。那好。 什么？我们在礼尚往来。大胆！你们可知礼仪廉耻、尊卑有序，简直没王法了。芈月，你给我跪下，即刻向嫡公主赔罪。跪下！我不跪，我不跪，我为什么要跪？我不跪，我就不跪。王后，
算了，小孩子玩耍别太认真了。大王，芈月刁钻顽劣，目无尊长，若无人好好管教，寡人倒是看着孩子，天不怕地不怕，率真可爱的很。可惜是个女孩，若是个男孩，前景不可限量。